大家平安健康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教的是第一节第四课。地马一虎，地马一虎，你是谁？主要呢是用上语来表明自己以及探问别人的身份。我们看到第一句，地马谁？一虎你？地马一虎，地马一虎，你是谁？杜巴是男生的名字，杜巴，雅古我，杜巴雅古，我是杜巴。那我们要跟别人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呢，像老师叫树你，我就会说树你雅古，我是树你，树你雅古。费索他，费索啊，萨那在，萨那名字，在叫做。布尼是女生的名字。嘎，在疑问句的后面呢，我们会加一个嘎。费索瓦萨纳赞布尼嘎，他的名字叫做布尼吗？阿尼，安杜费索赞布尼，不是，他不叫布尼。这一句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是，以单独的否定句阿尼。按你是不是的意思，直接表示了全部的否定。但是按你的后面呢，如果是名词或者是代名词，则是表示不要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第四句呢，我们会说按你按的费索赞不你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句，费索啊上啊赞白大布，他的名字叫做白大布。费索他上了名字，在叫做白大布。白大布呢是少族男生的名字。费索我上了在白大布，他的名字呢叫做白大布。小朋友，我们学完了这一课呢，知道如何问别人的名字。以及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名字了吗？我们记得要多加练习哦。あのニーザ、奥克少マバレガ。